有没有兴趣来一场？却之不恭，怎么玩？是谁啊？一脸杀气，管他是谁呢？反正赢不了，老三只发挥出了一半的实力。哎，不过这个人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他是那个外文系的，叫曹光的，也是个大才子。哼，两大才子巅峰对决，篮球巅峰对决。他一个外文系的，为什么不选一个英语演讲比赛呢？那脑子秀。大哥，老三那变态外文也很强，好吗？这要是真比起来，到底谁输谁赢，还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知道，篮球，曹光一定输。嗯。老三，他干嘛找你单挑啊？哎，这个曹光好像是在追咱们戏花。哎，北微微啊？对啊，我听小林说的。哎，老三，你干嘛啊？再打一场，刚刚手下留情了。我感觉到了杀气。感觉天都变了。去篮球场什么的溜达溜达了。我和微微早就知道了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向我们汇报？哼，明天谁你们两个打。就是，我待会儿给你打啊。那天我和二喜无意中看到他拒绝一个女生，想起来就让人浑身一寒呀。大神，好冷酷，好无情，好无理取闹。你寒什么呀？又不是拒绝你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感同身受啊。不行，我必须赶紧喝一口奶茶，温暖一下我脆弱的小心灵。哎，那大神怎么拒绝的？那女生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人家给他递情书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就这样走过去了。哇塞，这么帅！也不知道谁是大神的那杯茶呢。哎呀，想起对曹光说的那些话，总有点心虚。哎，不管了。反正小奶大神是不会知道的。苍翠山下，苏莱莎 boss。马上来。杀哪个 boss 啊？孟东行。
今天真是人品大爆发呀！我们只是在山脚下打打坐、晒晒太阳，没想到这千辛万苦的未必能碰见的孟包子，今天居然送上门来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上。三嫂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上吧，我加入，他的攻击值会变高。为什么？如果只有女玩家攻击他，他会因为怜香惜玉，攻击值降低一半。如果男女玩家一起攻击他，他会因为妒忌，攻击力提升一半。还有这事儿？只有男玩家攻击，会不会因为激情澎湃而增加攻击力啊？我听说这家伙喜欢调戏女玩家呀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嫂子，砍他一刀，让我们见识一下。啊？好吧。那你们做好准备。好一个美人不养在闺房，到出来走江湖舞刀弄棒，不如从了大爷我包你吃香的喝辣。我去，简直是赤裸裸的调戏啊！敢调戏我们嫂子，把他一百遍掉。试装备就给嫂子，这装备我要是给嫂子了，估计老三得干死。不可能，老三今天心情特别好。哎，我也发现了啊。出什么东西了？哎，老三问了啊，我汇报一下。男人的头发，公主情人之发。没有任何宿命。咱今天人品爆发呀，这种装备都能爆出来。总比有一次爆出东方不败的刀还是自公道啊。对对对，也比那个峨眉老太太裹脚布强，对吧？还是 N 年没有洗过的。你们说会不会因为我们把孟 boss 给蹂躏的太惨绝人寰了，所以才爆出这么极品的装备啊？不是，只是因为这怂摸的手黑。手黑。哎，这嫂子怎么没动静了？不会是受打击了吧？没有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淡泊名利了。哇，我怎么觉得这口气很熟悉？是老三吧？不像，老三怎么这样啊？奈何从来都不在嘴上自恋，他都在心里自恋。哎，近墨者黑，以后还是不能让他和你们多待。对的，我就是被你们影响了。那什么，我刚刚在想视频的事儿。参加视频大赛的视频？打孟 boss 给我灵感了，我也想做个视频。OK， 我们随传随到。情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可是很狗血。说来听听。琴师在附近的山林中遇到了女贼，女贼把他劫回了山寨。总之就是女贼喜欢上了琴师，各种对他好，可是琴师却不开心。吃饭了。
过去吃饭吧。我爷爷是强盗，我爸爸也是强盗，所以，我生下来就是个强盗。除了强盗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还有这整个寨子的人都是强盗，你这么讨厌我，其实我没有杀过人，不是最坏的，当然还是坏的。我也想像山下的姑娘一样，养点小鸡小鸭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平平静静的过日子。不过这只是个梦，永远都不会实现。你走吧，我放你走。女贼便放走了他，可是女贼又舍不得秦氏，在他后面偷偷的跟随。离离在目全无踪勾勒，梦边彷徨依旧。谁知在树林里出现妖怪攻击秦氏，谁知已流落人间作者。女贼为救秦师受伤，随后秦师就接受了女贼，他们俩一起回到了山寨成亲。踏进人群偏向穷途跋涉，抉择落定时的刹那寂寞，听天幸运太过。心决堤，才知进退无措。